收听的是最舒服的电台 Apple Line 苹果线上。部分企业在劳工到职的时候会签约，要求未来如果离职，在一定期间内不得跳槽到同行工作，这是竞业禁止条款。劳工为求饭碗，常常无奈的接受。为此，劳动部严厉修正劳动契约法。未来如果雇主要在契约中订定此条款，劳工在职的时候必须每个月加发。